有的那些弹幕瞅着膈应的，哎，我还不能禁言，房管还不知道能不能禁。哎，我一禁言，还跑出来几个傻逼过来，哎呀，为什么禁言？就跟我把他禁了似的，跟你有啥关系呀？你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真，你要是刚才那个兄弟，那要是他爹，你管一管，那倒也行。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瞅着难处不看，不想看还不行，哎，禁言还不行，不能让你瞅着给他禁言了。问你为什么禁言？恶性循环了。问你为什么禁言？那我，你说我理不理他？我理他吧，别人觉得我磨叽。干嘛呢？等到加速没了的啊！哎呦我操！大爷的！不易那一下好了，我寻思我半管子血怎么的，我跟他打一打应该也没事儿。那武器大师他有意义啊，这英雄啊。只能选择回家。可以。这人行啊！我双多兰，你连把多兰剑都没有，我还有点盐。我以为他要 Q 走呢，你知道吧？我寻思他要 Q 闪跑了，他跟我一直拼。这波本来我们能出一个皮鞋加把长剑的，但是没有药了，等个饼干吧，等个20秒啊。20秒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其实也不长，等个药吧。我都够钱了，我先把饼干卖了呢，不用卖，直接钱够了。我们装备比他好的现在有点多了。这他妈的回个血。저를처치했습니다저기학살중입니다砸死他！快点上，他医好了。哎呦我操！没打过。好送。
不应该没打过呀，怎么能没打过呢？一没躲掉，怎么就无了呢？我俩人头，他俩人头，为啥就无了呀？我就死一把就无了呗，就完了，就无了，也不知道因为啥无了。哎呦我操，他六了，收点兵，这怎么六了呢？这波六的是真牛批，我操！艾克送经验了，没六你也吹不过呀？为啥吹不过呀？你怎么看出来吹不过的呢？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他一交了没护甲没大招，有个红，我有个点炎，干啥吹不过呀？硬搁那跟我玩啊，玩了他妈三圈，硬玩。我们双多兰提亚马特加红宝石的装备还可以啊，只是现在少了一波单杀，需要单杀他一波。直接推他，他如果站塔下直接把他杀了。
应该用不着闪现，没事。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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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武器来了，俺俩打不过。AD 怎么过来了呢？啊？差30秒有大，哎呦，兄弟救我！没有格了怎么办呢？来个布甲鞋，来个布甲鞋吧，守一下塔。哎呦，可以。他三项了吗？他还没三项，还行。他要三项了就不好杀了。我们家打野比对面打野厉害太多了，下路也还行，对面的打野98，不是98呀，41刀，打了吧。那蜘蛛搁上路呢，真鸡巴肉啊，这是，真是打不动啊。
我要是这800块钱换成黑切还能打动，不行，打不动。他开完大160多护甲，没有黑切转不动。主要我那钱太尴尬了，我刚才回家800块钱，药我又不能卖。不带了，回家了，出黑街。他有个红是真烦人呐、啊！我的天哪！没有这红就好了。没有破败吗？死了，我跟你说，小龙可以要。拉出来，拉出来打，别让那个蜘蛛给抢了。这一把打的确实不太好。但我也不知道这奶妈为什么舔个脸跑来能说我，你干啥呢？你在那说我呀？
你要玩的好也行，咱也就算了。谢谢 P 一拉布林，可以杀。哎，这为什么没定到啊？算了，走吧，不行了。这大蛇是真有点猛啊，大蛇。怎么有点玩不好了呢？真是有点头痛哈。前面那波四级打三级没打过，也不四级打三级，三级打三级那波没打过，有点太伤了。哦，我操他妈五个人。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五个人。小龙啊，这边小龙可以要，虽然他们家蜘蛛在那活着呢。先把这个打了，然后我们下边小龙。哎，打龙先发 AD 啊，
兄弟，龙谁的呀？为什么龙是对面的呀？打大龙能不能啊？把大龙打了吧。队友在干啥？不知道啊，他们可能去打蜘蛛跟那啥了吧，跟塞拉斯去了吧，没注意。不过我们刚才发挥的不错啊，但其实这把正常来讲是15的角儿，我去两边下路，这蛇女起飞，中单压了100刀，打野压了100刀，啊没压出来，打野怎么才压这么点刀呢？才压了20刀。正常就是15的角儿。这武器也打不过我呀。往哪跑？不追了，你们自己追去吧。武器怂了，他打不过我，他不怂干嘛呀？他肯定得怂啊。把塞拉斯杀了。我连大龙 buff 我都没有，他出这个魔抗着，他上哪能打得过我去？他要整个破败，现在我就不跟他打了，那倒还行。他有被动，你感觉 A 得过我。